惠灵时间威尼斯的黄昏 Crepuscule à Venise。 他的创作者是法国印象派画家克劳德·莫奈 Claude Monet。 1908年，当年68岁的莫奈访问了威尼斯，威尼斯的落日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每到傍晚，他会乘船前往欣赏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壮丽落日。这幅画现在保存在日本东京石桥美术馆。那惠灵是在巴黎菊园美术馆的一个临时展览上看到了它。我们可以看到画中教堂的钟楼直接画到了画面的顶端，画面的右边是隐约可见的威尼斯圣玛利亚教堂圆顶和大运河。威尼斯也被誉为是亚得里亚海的明珠。那下一集呢，我们会离开亚得里亚海，回到法国首都巴黎，同样欣赏在莫奈笔下巴黎塞纳河的落日。惠灵时间，法国巴黎。